第四十六届金穗奖最佳学生实验片入围的有：二十二、记忆列车、环游世界二零二三、残影。 最佳实验片入围的有：现在是不是时候该将你放下了呢？午夜游乐场、难忘的形状、居家符号学、勇士。最佳学生动画片入围的有：好好拜拜、尤里卡。 西音呐，游牧，午后的迷茫，Dear，棉被山，孤云，姐弟，最佳动画入围的有，《那奶水绽放之地》，长期照顾，千与饼，一分为二的世界。 幽暗小径的鬼，最佳学生纪录片入围的有《自我虚仿》《午后》《真实边缘》《馄饨稍错》。最佳纪录片入围的有。 木海行散，青木瓜之味，窗纱，马里教徒大乱斗，野生之路，最佳学生剧情片入围的有《四生六道》，勾勾手，出生，第七天，海龟少年。 下风处，少女的安。关于我撞鬼的故事。吉墨克柔伊，春分之时，道安讲席，最后三十天，我们没有问题。彭一尧，好了没？见。 乌鸦千王，最佳剧情片入围的有三点水、回收厂的夏天、公路、马语、李玉明敬上、三百六十五分之一、5, 宝宝、忐忑电梯、赤子。 强强快跑！如果时间在此刻停下，注意看这个女人。地狱催泪部，女神。一个适合看海的日子，远方跳舞的人。